大家好，我是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。指挥中心根据疫调评估，公布个案公共场所活动地点。如果您曾出入个案相关活动地点，请自主健康管理至接触后14天。期间如出现发烧、咳嗽等症状，请佩戴医用口罩，尽速至指定社区裁检院所就医。您可至疾管署网站或拨1922专线查询与您最近的裁检院所。提醒您，自主健康管理者就医时不可搭乘大众运输，并请主动告知相关接触史。自主健康管理期间，请避免出入公共场所，外出请戴口罩，早晚量体温，随时注意自身健康状况。指挥中心关心您。